今天过来拖挖机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这位老奶奶直接坐在了我的拖车上。她来了，她来了，她开着兔子档走来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干老妹子听过来个，干老妹子听过来，干么子要干？哎，你忙起走，你忙起走。干我一分。听了老奶奶跟她之间的交谈，我大概的明白的是什么意思，原来是挖机今天要调走。老奶奶的地在那个坝下面有一条沟，需要挖机给她开一下。她说挖机没给她弄开，挖机就要走了，现在不让她走，需要挖机过去帮她把那条沟给她挖开才让她走。现在她转身回去给她挖沟，走，我们镜头跟着她走。哈，走你更明白呀，那还更明白呀，哎，别别那是家拿和你的主帅更明白。这个水库坝下面就是他的菜地，由于之前没开这条沟，应该是说害怕下雨的时候水直接冲进他的菜地里，所以特意让挖机过来帮他把这条沟给挖一挖。把这个沟给挖好以后，挖机总算能顺利的走人了。今天我们来把这台挖机拖到十几公里以外，他要去挖一个小鱼塘。他把树给撞断了，他还怪我车子没停好。顺利抵达目的地，